有些民众是这样形容的，南投立委补选对于国民党来讲是一场意料之外的败选，但是对于2024的布局来说，一定要推飞绿联盟吗？接下来的观察交给记者作恒。好，民意呢现在在国民党一个提醒了，因为在南投补选的这一仗，国民党是输掉了这场选战。那么其实从九合一大选以来呢，国民党是连三胜，那么现在面临败仗，无疑是给国民党一个非常大的警醒了。也就是说呢，团结也不一定就能够赢。那么未来还有一些挑战，包含像是党主席朱立伦在立委提名以及领导威信上呢，可以说是加重的高压。而另一部分2024呼声很高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被质疑说呢，是不是重演在公投的时候不够积极呢？那其实来观察这场选战呢，未来在整个呢联盟的合作上呢，似乎有一些端倪。像是呢可以看到郭台铭也有发文力挺林明真，那朱立伦跟柯文哲呢也有不断的同场，甚至蔡壁如还PO出这个照片哦，跟着马文君一起吃东西。另外是民众党的党部主委力挺，所以蓝营的核心人士呢就透露说，在蓝白的部分现在看起来是有一个默契的，朱立伦跟柯文哲他们在互动上呢有一定的模式。那蓝营的人士也透露说，虽然说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不是同路，但是在两岸路线上比起其他的阵营是比较不相斥的，而且柯文哲也急需要美国的学分，所以这未来跟国民党的合作空间可能还会扩大。那如果能够找到共同的利基的话，在艰困选区立委要合作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过在南投补选吞败呢，对国民党这个警讯来说呢，未来在推动非绿合作上节奏是越来越明显。的确，这一次呢，赖清德是打赢了主席补选第一胜，助攻蔡培慧打败前县长林明真，也拿下了南投立委补选的席次。不过，政坛人士认为，其实赖清德想要挑战总统大位，还有几个难关必须要挑战过的，请教左恒。好，南投补选这一战民进党可以拿下来，对党主席赖清德来说呢，无疑是吃下一颗定心丸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等于是他当选党主席后首次面临到的第一场来辅选了。那么在这一次可以说民进党呢比照当初台中第二选区的中二模式，不断的打热战，甚至呢赖清德他是亲上火线，包含之前一些这个权动法的争议他来回应了，选举层次呢更拉高到蓝绿对决。这个选区其实过去大家都认为说是蓝大于绿，但是能够翻转，就被说这个中二模式是不是就是民进党的胜利方程式呢？尤其是针对有基本盘蓝大于的地方，那家族势力呢还在这边盘踞的地方，全党来全力辅选，让蓝营的候选人他们只能陷入被动，这或许是民进党未来在选战中呢可以操作的一个方式。不过未来赖清德还是有一些隐忧的，绿营人士就透露说，因为包含这个陈宗彦啊、邱丽丽、林志展等人的这些问题，赖清德如果要选2024的话，就要先解决自家人的麻烦，这问题恐怕比想象的还要多。刚刚看到这个话题，家长担心年轻人上战场，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国防部预告修正权动法这件事情呢，民进党人士也批评了国防部在错误的时间宣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很可能会打乱选战，请教左恒。好，来看到权动法的争议这个争议呢，它其实全名是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，国防部在2月21日的时候预告要修正，但是这里头包含了像是管制媒体言论、管制金融外汇，以及16岁以上的就学学生，他们要依专长来鞭策列管，以便暂时的动员，这些都引起非常大不同的意见。那现在这个草案是暂时留在国防部，行政院还要再审慎研议，当然还是因为引起了非常多的反弹，可是这个时间点就被很多绿营人士痛批说，好像不太恰当。像是民进党立委郑运鹏就说，国防部的修法本意当然是好的，预告是为了广纳民意，所以有些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。而陈宁飞也提到说，权动法的争议被政治操作，在搜集意见的阶段而已，可是就已经被操作了，他觉得非常的遗憾。但像是林静颖呢，他就质疑说，国防部要预告之前，竟然没有先跟立院做沟通。
沟通是非常糟糕的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绿营人士也透露说，国防部在南投补选前就预告是轻忽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。我就说这个国防部这样的做法时间点似乎也不太对。不过当然最后在南投补选的这一仗呢，民进党是这个惊险的过关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